全点不错，只要不是前锋都能抓。又没滑板加速了，肯定不会滑呀。鸟刚回，我等你，其实，取消了。真秀啊！这个祭司白给一个洞。弹球，弹球就出事，弹球，老师救不好吗？非要撞一下，撞一下盖一板子，哦，天秀，那行，那我挂前锋。喜欢看刀。刷他刷他刷他，来吧刷他，追力呢？亮起来呀！追力！哎呀，真不给力呀！手摇电机，亮的是祭司，黑妹是奥基，小木屋祭司。电机还差好多。
应该不多，听着声音。我窗户开着呢，外头在装修。我要传过去了。分板加速，三顿猴已用。这间接差的不多了，马上修完了。我直接去守四号机，我怕机师补。果然补了，还炸一下。找不着，不钻了，钻了白给。黑妹，天职，哟，这你不完蛋了吗？那啥闪现在不需要用了，一个狙你就死了。我还可以翻他电机。有一个人在逛街，还没鸟，用命战斗还能打。娃娃还嗝屁。这把就是闪现交了也得要这个佣兵刀，绝对不能让他残血再救一次。我的妈呀！
这让我很难受啊。脸上给他一刀，我都鞭尸，难受啊！拖闪现，找推进器。重新修了，知道我要手电机，平局以上了。黑妹修电机用冰胶自愈了，黑妹就用冰压，用冰胶。妹妹治愈，不着急。黑妹在开门啊！如果我去先知的话，我估计这把没了。拖二十秒，一刀斩把他带走。拖一会儿，用妹妹治愈，不着急，我闪现快好了，能赢。别锯了就行了，给他送猴子那就白给了。幽冥吃了钻，而且后羿战达到了四层，三层吧，四层吧，不知道，反正他起不来。我就在这边一站，他也拿我没什么办法，逃跑了。没人去废墟，那就代表这个人翻窗进小木屋了，好像不止一个。调枪时追一追吧，帮他下板子，攒医院了，前面不修电机了。
弹，弹响水。弹响水呢，更要锤你了，不能放了。有 VIP， 我感觉拳风拿球了，没拉，不敢拉，他拉了厨师，因为我技能没交，那这边等等吧。两台前锋刚才在三连过来的，要么楼，哦，看见没了呀，直接拉球过去，椅子旁边还可以守一下，他非要撞我一下，再何况我还有金身，他撞我一样炸呀。调香师死了，因为一个在小木屋，一个在废墟，赶不过来，都不救吗？一个秀三连来了，我猜他从这个口子进，果然，等他跳，你跳不跳 ？OK VIP 又一位，走。你能跑哪去？还慢翻呢，我等不认呢。直接跑了，接，哎，不接，哎，没意思。他咒我，哎，然后再盖一板子，真秀啊。队列呢？亮起来了。困兽之斗啊，你咒我没用啊。送了。这次锤脸就没上次好了。二楼有人，小木屋也有。二楼大胆修，估计不是个好追的。魔术，那干嘛不追啊？都蘑菇，我惊了，当撞鸵鸟。真敢翻啊，叫鸟的翻就不会少块肉。
我直接挂，不撞了。我就知道他跳下去了，我感觉不对劲，我这时肯定会帮他。前锋这边黑魅魔，先在这边接着溜。VIP 欢迎你，前锋摸好，然后过来撞，早就挂了。然后叠猴子，黑妹修，魔术修，还好这个不痛。你开不开球？你不开球我不走，你开不开？不开球我弄死，我卡死你。看也得死，又是这个地方，然后我还能给他一个误人。那得抓他了，反正前方还可以弄一下。估计前方又去找黑妹了，那黑妹就是他的老母亲。然后黑妹修，前锋接着过来救。哎呦，我是卡了一下。前锋没来，黑妹补，前锋重新修。这把可能要平，就看我能不能守住这个，守不住。因为我不敢打吗？这次我就是打十几刀，我也要把这刀打了。前锋没治愈。是来误人，急了。你这不挂也不行，挂也他也都跳地窖了，那没办法。挂他万一平呢，反正都一样的结局。
我估计他知道基调在哪，他应该跳了。这叫急了，被他盖了一板子，我直接反走就好了，直接反走他就救不下来魔术师。春点不好，我不知道小木屋是谁，医院里面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反正板子已经下了，前锋还有。不止他一个人呢，先吃。没想到吧，我是真敢丢，蓄力误认天下第一。你走误区的话，误认好了呀。哇操，拉这么多的球，转医院了。没转医院吗？转废墟了。磨好了，我没听见啊，我以为是在左边，听错位置了。也无人了。这波我不亏，他还没什么球的，他既然倒了，那我可以锤，因为他有怀表。来了，这么快的吗？这个人还不好打。他调香师有下有回血，真的是贪香水贪成一匹马，就一直不交，真是不怕我丢不认呢。刷到你尽情刷，嗯，尽情刷。还没你救得了人吗？我打你一刀，你敢揍我吗？我打他一刀，瞬间换传送回去了。
没了。乌鸦飞了，有人想修沙包，黑妹想修，跑了。这小木屋了，板子真就直接下了呀？谁呀？先知吗？见过怂的没见过这么怂的。这你敢烦呢、啊？牛逼！佣兵看来要吃钻了，黑妹这边修的不爽呢，有赃款在。先是修四合院，再是窗户都敢翻。等一个钻头，哎，我没有困兽之斗，不该签的呀！我在干什么呀？签那么急。不知道在干嘛，不套路了，麻烦。这把要往平，这本来开局接到挺好的，玩炸了。盒子亏出血，好吧。这个就是自己的锅了，不要贪那气球刀。没了没了没了，这把是真没了。
看能不能保个平。本来打得挺好的，闪现给别人一刀，牵个气球，牵那么急干什么？绕一圈就完事儿。这家小木屋的窗户被封了，我不想去，不想绕，20秒太久了，不用去了，三个人都在门呢。少波分，100100。潜值，那正好。我日，什么情况？挂了，早点挂，空姐不爽了。空姐到了。他的大房，这大房我也要追。这么穷啊，砖头也不给一个，我的妈呀，靠封印打人那怎么行啊？买一送一啊，真的是妙啊。好穷啊，总
终于有点东西了。卖了吗？卖了。进来吃点高吃。就磁铁来，就。